这是我最近在全家发现的新品，它是由发米跟那个永丰宇合作出的一个洛神酸梅汤。那我们来喝喝看吧。这个其实喝起来还蛮足的，然后就是它糖的部分没有很多这样子，所以对于喜欢洛神和酸梅汤这两个东西的人来说，其实还 OK 的，也不会太甜这样子。OK， 就这样了，拜拜。